玛丽娜在家，玉生，啊，你在家？这个时阵，你不是应该在工作室在上班？哪会这么衰？是维园妈妈，若是叫阿姨发现，哎呦，我得昏死啊！我的包包。 我甲客户约伫遮开会啦，啊，你来伫遮嘛？哦，我就想讲，店的无需要到脚手啊，啊，拄好我的朋友介绍我来饭店做临时工，我今日头一天来上班，啊，就拄着你。哦，遮拄啊好，啊，妈，你辛苦，你先休困啦哈，我伫遮等我客户哈。诶，稍等下。啊。 你是要什么客户？都一定爱来这开房间，搁点红酒。我看你根本都唔是要共开会吼，内底是唔是有苍人？嗯，无啦，就干那我一个人啦，客户啊未来啦，啊，这客户就安尼，伊就介意哦，开房间，啊，离红酒开会，安尼较轻松啊。好阿妈，啊，你先走啦哈，莫耽误着我开会，啊，酒喝我就好。哦，好啦，我给你倒上。 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就好，我来，看。嘿，妈的，你这狐狸精，你卖走，我早都知影，我看是倒一个死狐狸精，甲手我查某囝人杀，清楚，我都该杀了。美颜，啊，你是你，啊你，你甲玉山，你，妈，你听我解释啦。 为什么要介绍？你两个人啊，违背违云，偷来暗记，搁走来饭店开房间，你真正有够袂见笑的？啊，查某生，阿姨，我违云，甲你当作好姊妹啊，我是甲你当作那亲生查某囝在甲你疼惜呢，结果你做出这么袂见笑的代志，你讲有遐尼叫我阿姨？ 维云，那在家啦？手中还是阿哥头家，如果说还了了呢？到时我真正换嫂嫂，我还做动伊。哎，维云啦，你若是即马出去，万一维云问咱是安那在家，啊是要安怎？对吼，啊总袂当甲嫂嫂讲，咱是来替伊拍狐狸精，伊对咱我较无了解，咱先避开，甲我讲。 恁是安怎？恁是咧看啥？哎，维云啊，等一下你拄好，你也伫遮哦。啊，我甲慧心吼拄只去踅街，啊，是有够热的啦。啊，想讲来遮休困者，想再啉一下下午茶。啊，哦，对啊，嫂嫂，那会遮拄好，你嘛来遮。 我收到一个足奇怪的讯息，嘛唔知影是向团号我的，伊讲玉生招来遮开房间，啊，佮有房号，所以我才找来看。啊，维云，这一看，知影是诈骗讯息，啊，莫猜，迄袂用相信啦，好佳哉咱伫个当场呢，啊，若无吼，恁若是去互歹人骗去，安尼就害哦。诶，对啊。 嫂嫂，你就是想好骗啊！迄奇奇怪怪简讯吼，你有莫相信。啊，哥哥就好好伫工作室内底，哪有可能来开房间？啊，不过我有敲电话，伊工作室拢无人接，我靠，玉生的手机啊嘛，共款拢无人接。啊，你嘛知影啊，玉生常常为了要找恁干妈，啊，拢四界爬爬走。 嘿，就正常的啦。啊，安尼啦，这诈骗简讯吼，咱卖猜，咱先来等。好，哎，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这迄港式下午茶最好食，嫂嫂你食唔食未？啊，无咱做下午茶。啊，给。唔对唔对，就算讲这个讯息是假的，啊。
恁两个无伫楼骹啉下午茶，等到再来楼顶的客房创啥？嫂嫂真正是一语突破盲场。我想讲吼，先看一下客房舒适无？阿玲讲，咱也来住嘛，对不？对。既然拢来啊，就去看卖。卡片以后疑心疑鬼，安尼对我甲余生的感情才是伤害。我唔是跳到想要伤害维云的。我只是无法度控制我家己的感情，一句无法度控制家己的感情，就准都算。你今仔日伤害，嘛是我对你的信任嘞。你是安那要让家己变成一个让人配出来的小三呐、啊？你安尼敢计的？还够有你啊，玉生啊！你自从甲维云结婚以来，你家己望心肝想看卖，你落地也无钱的时阵，是阮维云辛辛苦苦在外口赚钱生你呢。你失嫁落流浪的时阵，是阮维云辛辛苦苦在替你还你那个家呢。你真正落地的时阵，你竟然无体贴伊，佮偷食伊的姊妹仔饭。你真正就不是款的呢，你真正就不是款的。妈，我是一时糊涂，我真正知影我家己做唔对。阿姨，我自细汉就无妈妈，是阿妈把我带大汉的。你就参像我的妈妈同款，我知影我安尼做。让你甲维云最伤心的，我拜托你莫放弃我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好不？妈，维云对我是真心真意的，你对我付出我拢知影，不过拜托你莫让伊知影这件代志，好不？你从啥？手放开！是谁起电铃啊？我是谁？应该是我今日头一天来上班啦，啊，送物件来房间送伤久，同事来找我，我来开门。嘿，等下妈。哈？我拜托你开门之前先看卖外口有啥物人啊！我甲你讲，大概我开门外口拢是无同款的景象，我心脏哦，痛要袂堪治啊！恁哦，就是歹代志做伤济啦，再来疑神疑鬼啦，惊人落门啦。维云啊，是维云啊，是维云！阮妈甲慧心带维云来啊。玉山是要安怎？维云若是来，咱两个人就要去予人公审啊！你毋是有空袂出代志，你会挡伫我面头前替我挡清气？毋是，若是别人甲我处理，那是维云呢。这拢是天意啦！恁两个哦。安尼冤冤孽孽，是当避偌久？避一世人哟！赶紧去面对，同我切断哦，恁这段的缘啦！妈，老公，恁两个哪会在这？妈妈哦，就是伫咧厝诶，想无聊啦，啊，想讲找一点仔石头做。今仔日哦，是我头一天来饭店做临时工，啊，就拄着玉生啦。我是拄好来遮找灵感啦，现在拄着嘛。恁三个哪会走来遮？阿维云吼收了诈骗的简讯呐，讲玉生个人来这开房间。啊，阮惊阿维云撞着歹人，所以转来看卖啦。
哎、欸，对啦，好佳哉，啊，拄着秦母，啊，佮有哥哥，哇、哦，真正足拄好诶。哎、欸，白云，你看到吼，就是安尼啊，啊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对，你快回公司呢，行，我陪你回去。好，行。这刚不是美颜手机影像。讲嘛，我有用闹钟哦，啊，提醒我家己时间到，就等于画图我袂记啊。维云啊，你放心啦，妈妈吼会替你把玉生顾掉。啊，上重要的吼，你家身体要顾好。啊，不管什么代志吼，拢谈我袂想。对啦，维云，我甲慧心哦，咪替你甲玉生顾掉，啊，予伊哦，好好认真趁钱饲家，莫一干干嘛，拢讲啥物要找灵感啊，四处拍拍走，有够无这灵感。哎，对啦，嫂嫂，啊，你嘛知影，阮哥哥这个人哦，就是有色无胆，纯一支嘴啊，尔，啊，伊心肝内哦，真心挚爱你一个。以后你若是收到这款诈骗简讯啊，你就给删掉，莫阁疑神疑鬼啊！妈，你莫跟他讲，你家己的身体嘛无好呢，你需要好好休息，莫伫外口找什么头路。好啦，我等下哦，就来甲组长讲我无要做啊。今日头一天上班吼，就拄到迄有诶无诶代志啦。妈妈哦，心脏无够力，袂堪要阁拄到第二届啊！我以后会阁较拍拼，我认真趁钱，以后我趁的钱哦，拢会交维云啦。我会做一个会当回我口的查某人。嗯，上好是讲会到做会到，莫阁甲我反起反倒，甲唔甲就下了了。哎，嫂嫂。恁公司休到时间应该差不多结束啊吼，我甲你跟恁去公司啊。哎，对，紧等去公司吼，我留落来替齐母来主管解释吼，紧等去。哎，妈，你听啦啊！你不是喝酒菜，你才等我靠的老头话，这是什么经验啊？齐母。原来你早就知影玉生甲美妍的代志哦，你哪会当安尼暗看阮维云啊？啊，今仔日唔同我发现，啊，无你是要骗到什么时阵啊？哎，无，秦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是要解释啥？人伫咧家啦，有啥物通我讲的？哼。